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一字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。听到，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听，它讲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字叫做 akrates， 它形容比较像什么呢？比较像是说旁听。旁听就是我今天上这个大学的课，然后我上这一门课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的去上学，我只是一个旁听的。旁听的就是这功课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不需要好好去做啊，我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，我只是听了。所以在这边形容的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人。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一个旁听者，我们是上这一门的课，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做的功课，做他的报告，要去考试，因为这样子才会拿到学分，才会拿到这个的奖赏。太多的人听到但是没有去行道，那问题就在这一边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一节的经文这个形容就很有意思，就是我们不是来这一边做一个旁听者，我们在这边不是旁听这门课，我们是要来拿学分的。祝福你们要拿到学分，祝福你们要欧趴。让我们每日一字，下次再见。